据相关媒体报道，10月10日北京，刘烨执导的舞台剧作品《犹太城》主题曲 MV 分享发布会举行，刘烨和妻子安娜伊斯马田一同亮相，安娜出演了该舞台剧并演唱主题曲《春天》，刘烨亲自执导 MV 实力重七。他表示看到妻子在舞台上表演时很感动也很开心，他眼中的安娜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安娜在发布会现场随时随刻一脸崇拜的深情凝视刘烨，两人的恩爱之情令人羡慕。